而抓住暑假的尾巴，玉里镇公所在镇民广场举办的桥头假日市集欢庆开幕，由镇长江东城带领了公所团队到场，与镇民一起见证桥头市集的落成，并且也欢乐的呼吁全台各地的游客，在每一个周末六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9点，都可以到市集品味最道地的玉里滋味。抓住暑假的尾巴，玉里镇公所在镇民广场举办的假日市集欢庆开幕，由镇长江东城带领的公所团队到场，跟镇民一起来见证桥头市集的落成，并且欢乐呼吁全台各地的游客，在每个周末的六日下午3点到晚上的9点，可以到市集品味最道地的玉里滋味。我想这个相关的一个周边设施，我们会还是会做及时性的来做改进改善。也感谢就像刚才我们的祥思县队一样希望我们所有的摊商啊，在每周的礼拜六礼拜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9点啊，能够财源广进财源滚滚。玉里镇长江东城说，玉里也有最富韵味的人文市集，有在地美食、工艺创作、特色农特产品以及夜市美食等摊位商品，让游客都可以在就职为当地玉里国小哈哈桥的桥头驻足游逛，同时也向大家分享玉里人最感动最珍贵的旧时记忆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